囊，一人一件鼎力支持，全体筹委呕心沥血掏心掏肺，并紧落实全体筹办三场人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新变三点零，欢迎。相信大家对初赛赛事已经非常了解，现在这里有一个小提醒，在自由辩论环节，当你听到一声铃响提示，代表你方的时间剩下30秒，如果你听到两声铃响提示，代表时间已经用完，你必须立即停止发言，如果对方还有时间，对方就有权利继续发言，谢谢。事不宜迟，我们有请双方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蔡军中盲选。大家好，我是盲拳黄斌志。大家好，盲拳打死老师傅三遍黄俊言。大家好，林少华，盲拳打死老师傅三点零。大家好，黑侠客古征东。黑侠客郑传义。开心。黑侠客梁文迪。黑侠客陈少康。比赛尚未开始之前，请大家把手机调至静音模式，以免干扰比赛的进行。正方的辩题是情比金坚，反方的辩题是金比情坚。我们有请正方一辩开篇立论，有请。谢虚拟主席，大家好。首先，论证今天的辩题，相信双方都可以认同一点，就是现实生活之中，有些时候我们会为了金钱而放弃了情感，有时候我们会为了情感而放弃金钱。所以我方今天认为要探讨今天这个辩题，如果单从例子上面去谈的话，双方都有分不出来。所以如果要判断今天辩题要怎么这样子去判断呢，我方认为应该从本身这两种东西的特质上去谈，才能够谈出所以然来。所以我方认为他今天判断今天辩题，就是从特质来看的话，何者更能够达到稳定跟持久。开宗明义，今天情指的是情感，包括了爱情，包括了友情，当然也包括了感情，亲情。那么金是什么？金是金钱。而我们说今天如何从特质上去判断呢？我方从以下两点来论证。首先第一，我们从目标来看，我们发现了什么？如果我们从以情来作为一个联系的关系的话，这种关系就叫情感的关系。如果我们以金来联系一种关系的话，那叫什么关系？那叫做利益的关系。而我们发现这两种关系之中，它们的特质是什么？我们来看意义来看，以情作为联系的话，这种情感关系我们要求是一种稳定。比方我们讲说，我跟你做朋友，我们是要友情永固的。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实之中，这个它的用在情感这个情它本身的这个特质，就是它一定要是一个以坚固为标为那个目标的这种特质。但是我们看到情感是什么？我们知道今天对方的结辩也是一个球迷。但是我们看到，如果今天金真的是一种特质，是以稳定的话，那就奇怪了。因为今天如果有钱的话，可以买我这个球星。如果稳定的话，这个金的这个稳，这金是稳定的话，那么它的目标就达不到了，懂我意思吗？所以从目标上而言的话，特质。再来论证，我再给你另外一个例子了，你摇头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如果今天这个金，它的本质是要稳定的话，我们发现现实之中利益关系根本不存在。怎么说呢？今天我请他做工，但是今天他有一个，他可以提出更高的那个钱去诱惑他，或者是让他得到他想要的话，那么他只会跳槽了。所以我们发现，在现实之中，有97%的人曾经跳过槽，或者是想要跳槽的。所以关键是什么？关键如果他是稳定的话，这些就不可能出现了。目的达不到。我们再来看第二点，我们看到了从起到的作用上来看，情是比金更能够达到持久的一种关系。怎么样子讲？怎么说呢？我们讲说，如果一个情，它随着时间的变化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感到，你会越来越深厚的。怎么样子说？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小时候，我们妈妈都会跟我们讲说，两毛钱可以买到一碗家里面。但是你知不知道两毛钱它会贬值？但是不会贬，反而更深厚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对那个家里面的回忆。所以我今天本身是当然不对的，你们都知道房钱都是来自关丹的一些中学。但是为什么我这么想念关丹？我没有去经营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想念？因为本身情具有一种特质，就是随着时间它会增长的一种特质。但是恰恰好金却没有。如果今天有人提出更高，这种关系不存在的时候，他的这种特质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讲说，这个特质是，如果从起到的作用上来看的话，其实金根本没有办法扮演到一个持久的角色。所以在总结，在我结束我的发言之前，必须要提醒对方同学，要判断今天的标准，如果要谈。
这个如果我们今天要谈双方的那个实力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但是如果从背后的动机或背后的那个原因特质来谈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后处到底是何者更坚固了。谢谢。谢谢正方一辩，正方所剩下的时间是。好，现在我们有请反方四辩对正方一辩做出质询，有请。Hello， 听到吗？好，来，对方同学你好，我基本确认一点哦，林方是不是告诉我们说用情来联系人，那这个关系会更加稳定、更持久，所以情就更坚了，对吧？对，这是我的意思。好，我们确认这个你的基本意思。那我请对方来做一个选择题，尝试而已，不用担心没有陷阱的。请林方了，万能胶水比较坚，还是一个石头比较坚？石头吧。我觉得他们本身。所以如果我拿石头敲你头，你会硬，你会痛，对吧？但是如果它粘我的话，那个也是对，我明白。所以常识告诉我们石头比较尖，这里没有。我觉得两个常识不一样用啊，不，这个不是常识，不一样用，对不对？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发现了。那么请问林方了，如果我们发现说，用石头还是用万能胶水，更能把两张纸持久的稳定的粘在一起？首先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了，但是前提是你刚才那个类比我觉得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用强连胶，我们不能够放在那边用嘛，对不对？对。如果我们谈情，我们不可能放在这里，我们就谈它很坚固，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发现情的作用是联系人，金的作用是帮人去物物交换，所以还是要用钱去做情要做的事情，根本是强人所难，所以不能这样来比较。我们就所以要用啊，可以的。我们在第二个问题问林芳了，你告诉我说只要出更多一点钱就可以让人跳槽，对吧？看情况，如果 Gerard 不跳槽，上来是因为他对那个 Liverpool 的情、啊、对对对，看情况。那么请问明方了，能不能够动之以情，以更高的情谊来说服他跳槽也可以吧，对吧？六门奇想可以举个例子。可以的，我们就发现以情动人就是一个兵法的策略之一，专门发现你要引人改变初衷，情跟钱都能做到，这点不能比较。第三个问题请问您是，您告诉我说这个情会随着时间增长而累积，对吧？啊，对，就是它的特质。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问你了，结婚一年可能甜蜜程度有18%，对吧？对。然后你说会累积，所以结婚第三年我们会有累积到38%，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看的，对吧，同学？哦，因为不能累积。不是不能累积，我跟你讲说这一种增长，不是通过你的时间。结婚到第7年会有什么？对吧，同学？我们讲说七年之痒嘛，对不对？但是对吧，同学？我说情能够累积是不存在的。情如果遇到人对的人的话，70年他都不痒的。你遇错了7天，你如果本身，所以这样告诉我们，钱会贬值，但情本身又何尝不会贬值呢？所以这两点金也能贬值，我方承认会贬值的。谢谢。谢谢反方思辨，反方剩下的时间为。现在我们有请反方一辩陈词。喂，谢虚拟主席。好，大家好。刚刚对方辩友在开篇立论的时候告诉我们，他的大前提是因为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例子各有千秋，有些是金比较固，有些是情比较固。可是对方辩友在前提之下，他说不能以例子分出来，他却提了很多的例子，这是不是一个自相矛盾呢？第二，今天对方所提出的以稳定跟持久作为比较的单位，跟我方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个待会在我的主辩稿里面会为大家一一阐述。因此对方没有以这一个两个特质呢来做出两个来推导出两个他的论点。第一个呢就是以何者为目标，他的关系更为稳固。他告诉我们是以情为目标是更为稳固的，因为只要有情的坚持呢，友谊就能稳固。相反呢，金钱利益呢就会导致这种球员买卖啊、跳槽等等的问题出现。可是我要问对方辩友的是，这个社会上我们有没有签约这回事呢？如果以金钱作为这个关系的单位，我签约5年至10年，你能不能违反这个约呢？你不能违反这个约的话，是说金钱合作的关系并不如对方辩友所说的那么不堪一击呢？第二，对方没有告诉我们还有对方没有说到跳槽，说到的到外省工作，这还不是因为钱嘛？第二呢，对方没有说金钱会贬值，那请问对方没有了，200年前的金钱今天的价值多高呢？好，接下来承接我方的论点，金是指金钱、财力和经济，情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情感。今天我方比较金还是情更为稳固，就要看何者更为稳定及经得起考验。我方的论点有二：一，本质上情是一种随时改变的主观感受，
而金却是客观存在的估价工具，因此后者比前者更加稳定。就因为金比钱坚，因为金比钱坚，即使有情饮水饱，也要花钱买水。就因为金比钱坚，金比情坚，即使终日曾经势不两立，如今也要签约做贸易。即使因为金比情坚，结婚之前也要聘金优先。两人之间的情不只会被第二种感情击败，还会被柴米油盐而崩坏。因此才会说贫贱夫妻百事哀。相反的，钱在你手中不只表情轻松，而且呢，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这种可操纵性和稳定性就能让你安枕无忧，有美梦。在现实面第二点，在现实面来看呢，这个社会的机制巩固了金钱，却对感情的脆弱无可奈何。这是因为钱有两大特质，第一呢，在文明社会里面呢，它有很大的重要性；第二呢，则是它可以量化。因此，当你信不过儿女之间的感情时，你就立遗嘱确保财产的分配。当股市大跌的时候呢，我们有停牌机制，让你不会一夜之间一无所有。当你面对飞来横祸的时候呢，我们有保险保障你生活无忧。就连钱包被偷，你也可以报警报警求救。相反的，如果你的女友被抢，你只能够借酒消愁；你的婚姻失败呢，你只能痛失挚爱。所以在现实社会里面，金钱的存在呢是固若金汤，你不必紧张。可是呢，情感若告急的话呢，你只好自食其力。我们提出金比琴坚呢，不是要大家唯利是图、见钱眼开，就是因为意识到情感的脆弱，我们才会如此珍之如宝，不让它轻易的流走。所以呢，爱情不坚固，我们才要努力经营。如果是亲情容易同事超割呢，我们才要孔融让梨，互相礼让。这些价值呢，恰恰的就告诉我们，感情得来不易，能够持久的感情更是难能可贵，才不要轻易让它因为这种种外在的因素而被破坏，包括金钱的问题。谢谢。谢谢反方一辩，反方所剩时间为。接下来有请正方四辩质询反方一辩，有请。谢谢主席，大家好。首先反驳对方一点，我问对方你是说因为我们今天要防止跳槽，所以我们签约有这样子的一个？对，我问你是不是说没有约的话，因为利益驱使我容易跳槽？对啊，因为钱对你的诱惑，所以以利益为纽带的关系本身是很容易改变的。因为你不签约，基本上任何一个人可以给我更高的薪水，我就会跳槽，对不对？用金钱诱惑你放弃对公司的感情。对啊，对吧？没有，他就是因为对公司没有感情，所以才会跳槽。因为关系有很多种，有以情感为牵绊的，有以利益为牵绊的，对不对？所以你今天比较是说没有感情跟有金钱的利益引诱？不对，是每个人的关系有不一样的牵绊。既然利益关系比起感情关系更稳固，是不是说我以利益为大前提的话，会比公司中心来的更稳固呢？简单的一个例子，今天我们的利益是一个矛，你的感情是一个盾，我的矛刺穿了你的盾，还不够坚固吗？例子错误，对方说过了，这个世界上有寡啊，有人因为钱而跳槽，也有人因为钱而不跳槽，你不能论证这一点。可是特质上而言，两者之间的本质就不同，所以对方没有办法论证。大多数人追求金而不是追求情。够了，再看对方没有今天的立场，对方没有总结一句是告诉我，因为今天感情虚无缥缈，而金钱动得到，所以金钱更加坚固。感情是主观意识，是就是主观客观，就动得到跟动不到，对方觉得是这样的。好，我问你，对方比较一下，在你小时候，父母的关爱比较虚无缥缈，还是零花钱比较虚无缥缈？我不懂要怎么作为一个比较。对方没有，因为一个是主观感受，父母对你的关爱是主观感受的，可是他给你的钱却是客观存在的。你觉得零花钱比他的关爱更重要是吗？如果他给你零花钱，同时又把你打了一遍的话，你会对打一遍更加害怕，对不对？对，所以对方没有，今天看到了吗？对方一直告诉我，主观感受不能够更加稳固，可是父母的关爱恰恰好是主观感受，为什么不一定不能比这个客观的金钱来的更稳固？因为你没有解释这一点哦。因为你举出的例子刻意降低了金钱的重要性。不是，所以对方看到了吗？所以对方说主观感受跟客观存在本身不能够作为这个判断的，所以对方另外一个例子错误。再看，对方说，如果你说从小感情那么坚固的话，没有长大有人为了钱而抛弃妻子？对方还是现实的问题，那个是本身个人的操守问题，没有关系。再看，所以不看现实。对方没有告诉我，今天努力经营之下的感情才会坚固，对不对？
那是持久，不是坚固。持久好，我问你有没有乡情？乡情有啊。你是不是说思乡情绪？是我很久没有回家，我仍然会很思乡的。对啊，你很久没有回家，你离家的原因是什么呢？可是离家的原因是什么？没有改变我对乡的思念。对方一直告诉我，今天只要是没有维系，就不会有情。这样我问你，为什么乡情依旧？如果你对乡情那么深的话，为什么不留在家呢？对方 Bill， 我知道这个是现实的问题，可是这不还没有办法搞，又在逃避现实问题，这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对方没有回答问题。再看，对方 Bill， 你觉得钱是用经营会自己升值的吗？钱会啊，你放进银行的话，每年有3%-8%的利息。对方 Bill， 有对吧？那是人家帮你经营，你觉得你放银行，他不帮你动钱，他帮你升迁，你真升鸡蛋的。你的钱放进银行，银行给你利息，需要什么？那还是经营哦，对方 Bill， 谢谢大家。它是一种社会保障机制，谢谢。谢谢正方四辩，正方剩下的时间为。接下来这个环节是陈词二环节，有请正方二辩进行他的陈词，有请。谢主席，大家好。其实从头到尾，对方觉得金钱呢是非常之间体现是在于他对方认为说金钱其实它是有保障，也是对方妥协开出的第一个点，它是非常有稳定性的。就像你放去银行或者是拿去做投资，对方认为说这一些是它是客观存在的。可是各位大家想一想，金钱它真的是如此的稳定吗？大家有没有想过之前的金融风暴是怎么产生的？金融风暴的时候，对方同学，你放进银行里面的纸突然间变成是废纸，如果对方说真正要谈稳定的话，即便是我们今天不谈金融风暴，我方退守了，今天没有金融风暴，可是同样你把时间放进去银行里面，银行告诉我了，10年后以前的10年前的时间可以买一个房子，现在的10年前只可最多只可以买到这个车子的头期而已。对方同学，如果您要看稳定的话，为什么您的价值会在继续的降低？银行告诉我，这也叫做稳定的体现。这是对方同学第一个论点不能够成立。再讲对方同学第一个论点还也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告诉我们说，你看钱几重要，就像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讲聘金礼先的。对方同学很遗憾，如果我告诉你，您的婚姻是以聘金为礼先的话，我跟你讲，你肯定7年之痒、7天之痒、7个月之痒。所以对方同学看见吗？要所谓的稳定发展，是要以情感作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如果对方同学告诉我说聘金礼先，我方不能苟同，因为聘金毕竟也只是给一个意思而已的。所以对方同学第二个论点是告诉我们什么？是说信不过又有保险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指金钱还是可以握得住，虽然是比较就是稳定的这个持续性了。可是大家试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说一个建筑物它非常之稳固？因为是在于，因为它10年之后它也可以依然不封的。可是金钱可以吗？为什么会说一个建筑非常的稳固？因为是它可以持续性的继续的去保护住在里面的人。可是大家试想一想了，如果我10年不回家，我会不会突然间对我的父母觉得非常之生疏，或者说突然间不想要我的父母呢？不会。所以大家看见了吗？情感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特质，就是讲说，如果你不去经营的话，即便它还是会存在的。双方今天告诉大家，情比金坚，谢谢。现在正方二辩，正方所剩的时间为。现在有请党纲三辩对正方二辩做出咨询，有请。可心，想请问你爱辩论吗？不错。不错啊，这样你觉得你在这场辩论赛，现在我们这个环节，你的任务是回答我的问题，还是猜我要问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是强一点辩手，就应该可以猜下你辩题。然后就逃问题。然后就逃问题。没有。OK， 很好，所以你不会逃问题，谢谢你啊。好。接下来我们要问的东西是，您说金钱如果不经营的话是不会增长的，是吗？他要有人啊，对。啊，对对对，所以您要谈的时候是谈金钱，不能经营啦。所以我们要谈为不经营的情况下，它也是要稳固的，是吗？不是，是金钱你不经营，它不会成长。啊，请问感情不经营会成长吗？可以。我有一个孩子，然后我生了出来，我就不理他，我就10年去另外一个地方，为了钱工作 ，OK？ 然后10年过我回去，你觉得他是跟我很生疏的，还是跟我很熟悉的呢？生下来你就不理他，前提是你情都没有了，所以你这样子比较我是非常不公平的。我刚好生2个月了，我们讲了2个月后啊，对，一个人哦，不一定啊，一年，没有，5岁才走。走10年，时间上的问题你要听清楚，是有没有情感的问题。我已经得到我要的答案了。好，您说您对丹娜不对有很热爱是吗？什么？你们说你们是丹娜不对来水热爱那边是吗？
不错啊。主编在哪里工作？主编在怡保。你在哪里工作？我在台湾读书。在台湾读书，你在哪里工作？关丹的哦，最靠近了，还好。台湾我 KL 读书，读医生。还在 KL 读书，好。改次会回关丹。还是会回关丹。如果情还在的话。如果情还在的话。所以情可能会不在哈。没有关系，没关系，没有关系，没关系。没有。可以，我们问下一个环节了啊。稳定在您方的定义是什么意思？稳定的在我方的定，没有，应该说简的定义是什么？不是，稳定，你刚刚提稳定，可是我觉得你的稳定其实不是很稳定，所以我想要看一下你的稳定跟正常人的稳定一不一样。就稳哦。给个例子，情的稳定呢？情的稳定啊，就很像是没有情，它本来就应该是稳定，就很像我们说有一有过，希望是我们觉得这个情它的存在的特质就是要是。没有关系，这样你答一下持久是什么意思？持久啊，就是久哦。OK， 好，所以情的持久是什么意思？什么？感情啊，情的持久是什么意思？情的持久就是那个感情，就是持久。很好，我说鱼比虾好吃，因为鱼是不好吃的，我犯了什么逻辑谬误？鱼比虾好，所以我吃素。我们家是循环论证还是跳跃论证呢？没有，我们是直接性论证。OK， 情比金坚，因为坚的是情，请问犯的是逻辑矛盾是什么矛盾？没有，你现在要讲的是你的金没有关系，所谓的金它是有利益关系的。没有关系啦，你又循环论证了，没有关系。来，这样我们又进下一个环节。因为情比金坚，稳定的意思就是它会很稳定哦。这是你刚告诉大家。没关系，这个等下你可以解释。我们来谈下一题。友情赢什么宝？友情赢什么会保？赢水哦，赢水会保。给我一个实例，真正的人哦。我不觉得有爱情是友情。没有关系，下次我们来谈贫贱夫妻百事什么？百事恩啊。贫贱夫妻。百事爱。百事爱，谢谢。爱情会有七年之什么？养很好。所以这些东西，它的感情在变化的时候，它的稳定性在哪里？如果你是以人类的经验法则来去判断情会变，这里我方大胆承认。很好，我可以打断你的。所以我们不以人类经验法则判断，对方告诉我们的，没有关系。我的法则跟你的不太一样，因为你的法则也跟正常人不太一样。来，我们再谈下一个最后一个了的了。请问分手的理由可以不可以是远距离？可以。可以不可以是没有上进心？可以。可以不可以是劈腿？可以。可以不可以是性格不合？可以。可不可以是污秽？可以。可不可以是没有钱？金钱啊，可以。有钱没有钱都会让感情改变的哈。没有，是看你的那爱情是以什么作为基础咯。所以稳定的爱情就会稳定，不稳定的爱情就会不稳定。不是，是看你是以什么样。如果是以聘金为基础的话，我告诉你，真的是很不稳定哦。我刚刚讲聘腿啊，性格不合，远距离哦。对呀、所以是看你是以什么样的情况作为基础。好，谢谢，我过了我的循环论证，谢谢。好，谢谢。剩下的时间是现在，我们有请反方二辩做出第二轮的陈词。好，谢谢主席，大家好。刚才我方问了最后一个提问的陈词，问了很多感情劈腿跟钱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我感情淡了，比如说我远距离恋爱了，这些以对方所说的以感情作为基础的感情，到最后也会因为淡了，也会因为失去了，或者你的移情别恋了而爱上别人而失去了。所以对方您本来以为可以以情作为目标，到结果也会因为没有钱的介入而离开，更何况我们发现现在这情不但只会有平淡，而且还有许多许多客观环境的介入，比如说钱，比如说聘金，比如说生活费，比如说贫穷夫妻导致了百事哀，是到对方现在无法回答的。而今天对方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所有的论证线放在本来这两个字，本来以情感作为目标的关系是很稳定的，可是一个球星会离开球会用钱就可以买走了，一个员工离开以情感留在那个公司，可是过后也会被高薪聘走了。所以本来我对关丹很有情怀，可是因为了找次也会去新加坡、台湾、KL、怡保走开了。所以看到了吗？本来
建立在本来之上，对方论证不了辩题，因为他没有论证现实中可行的地方在哪里。我可以，所以到最后对方用本来充其量只能论证爱情很美，乡情很美，可是从来没有论证感情很稳固，这是对方第二大谬论。而今天我方从来没有认为今天钱不会贬值，不会受到冲击的时候，可是今天钱跟情受到冲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情受到冲击的时候就会破镜不能重圆，破情不能重来。因为情这样东西面对挑战，面对有狭缝的时候依然会留下狭缝，可是金钱哪一张钞票来的？可是钞票落皱了，有裂痕了，你还是一张等值的5块钱，看到了吗？所以对方今天无法讨论面对破裂，面对冲击，面对挑战过后的情该何去何从。到西界对方没有，谢谢反方二辩，反方剩下的时间为现在，我们有请正方三辩咨询反方二辩。对方你好，你好，想请问一下，我们讨论今天钱，我们只是讨论钱这一样东西，还是钱维系的关系我们也要谈？前面是不是两者两者都要谈，还是只谈一者？对方没有，两者都可以谈，两者都可以谈。那我们先来谈关系，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谈本质？你有谈过本质，你懂吗？那我先跟你谈本质、okay. 你告诉我说社会上有很多的机制去保护它，所以它本质上更坚固，对不对？它更稳定。对对对，那请问你是机制更稳固，还是钱更稳固？对方情是它本来很稳固，然后它很重要。我举个现实的例子了，你有机制去规划我们买股票的时候的风险，那是不是说买股票本身的风险很高？错，不对，不对，是因为风险低。它本身风险是在股票身上还是在机制身上？两个都稳定的，其实对方没有。那做生意我们由机制去保护它，但是风险稳定的是那个保护它做生意的那个机制。有风险，我承认有风险。对对对，所以你承认你有风险。对，那你也是保护角。那我们今天要比较是哪一个保护机制更好吗？做什么？你保护机制不保护情？这是我要回答的。对方便有，因为情本身就是一个情感，社会上不会保护不了嘞，他不会去入侵，对吧？不需要被保护，对吧？不需要被保护，你讲啊，不需要被保护啊。我们谈完了钱，我们谈完。我敢讲，不需要被保护。对吧？我们谈完了钱，我们谈关系，好不好？哦，好的。那你觉得你开始一段关系的时候，你是希望那段关系长久还是短暂？希望不能论证立场，对吧？对，那一开始每一段感情的出发点，或者是现实之中为什么会跟人做朋友？你要谈出发点，我承认要长久了。那对，那请问你，你开始的时候，你跟人家做生意的时候，或者是以钱来维系关系的时候，你的出发点是在于什么？也是要长久啦，做生意，今天做明天倒闭咩？长久的赚钱，还是要跟那个人在一起，永远一起赚钱？都要吧，最好了，两个做到最好。对，两个做到最好。可是你的出发点是要赚钱，还是要跟他做好关系？你先说嘛。没有矛盾吧？对对对，大家做好关，做好生意，这个关系好，对方理清一下关系再问这个问题。那如果给你更高的价钱把你挖角，你觉得你会不会过去？那盲学大师老师挖角过来，你要过来吗？看几高，看几高。如果够高的话，你就会过来，对不对？对，所以金钱的，对，所以金钱的量化，你跟他原本的那个关系就没有了，就变成了原本情了，跟黑侠客是没有钱的挂钩的，我对方没有，对方变有，我只举例而已。所以钱可以破坏情感，所以你可以先 ，OK。谢谢正方三辩，正方所剩时间为，接下来到的质询小结环节，我们有请反方三辩为他方做出质询小结。开心，开心。哦，这有几个很简单的 point。第一个呢，就是对方其实在循环论证，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稳定就是要稳定的感情，然后他不稳定的感情就不能谈，所以这是第一点循环论证。我会讲的比较快一点哦。第二个呢，就是
对方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为什么我这样讲呢？这是一个常犯的辩论里面的问题。他第一说不能谈例子，然后他就从头到尾只谈例子。然后他第二个告诉我们说啊，今天你们不能谈有能够经营的钱。然后他就是一直在谈应该要经营感情，除非你有本事就跟我们比感情不需要经营，钱也不需要经营。我再告诉你为什么钱还是一样会升值，因为这张钱在200年过后，如果还保持一模一样的状态的话，对不对？它至少可以卖，不是五块钱，是50000块钱。钱还是有它的价值在。好，然后我现在第三个想要讲的就是延伸我刚刚二辩所要讲的，就是希望和要。对方在一辩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友谊永固，跟他已经是友谊永固是不一样的。我给一个比较粗俗一点的例子，我很喜欢二辩这种，很想要二辩这种样子的女生周太太，跟她已经是我太太，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好，谢谢。谢谢主席，大家好。其实讨论今天的辩题，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个概念，那就是说，我们今天维系一段感情的时候，那段感情为什么会产生是非常重要的。对啊，辩友今天由头到尾都只是在跟我们谈那个钱有多少的社会机制去保护它，钱有多么的安全，这一点我方等一下会解释。可是对方没有看到的是，究竟用所谓的金钱利益关系来维系两者之间的关系，而用情感之间来维系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对公司非常忠诚的员工，不管你出多少钱他都不会跳槽，可是以利益关系来维系一段联系关系的话，你只要得到了更多的钱，你原本的关系就不存在了。这一点是对方由头到尾都没有交代的。对方跟我们谈什么？他跟我们谈，他拿出一张5块钱的钞票，告诉我们说，这个5块钱5年过后还是5块钱，可是5年过后它真的还等价吗？现实之中，货币贬值、金融风暴、做生意的风险，您要生活，您也会用钱。你现在有50块钱，你会用了5块钱，你就剩下45块钱。要是理想的说，钱会保有一定的状态，永远都是如此，是一个偷换的概念。对方辩友还告诉我们什么？社会上有很多的机制去保护钱，可是社会上没有机制去保护情。首先，为什么没有机制去保护情？是因为情根本就不需要去被保护。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机制去保护钱呢？就是因为要保护股票行，就是因为股票上下买股票的风险高。为什么要去规划我们策划我们的货币？因为货币上下在这个社会现实中的风险高，所以说我们的确认同对方所说的，钱有很多的现实中的机制去保护它。可是为什么这种机制会出现？就正是因为钱本身不稳固，才有那么多的机制去保护它。各位，我们刚才跟对方朋友谈了一个东西，对方一直指责我们说我方只是说希望，可是现实中不是这样子的。一段感情会开始，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目标。你为什么会去做一件事情？那个是目标，不是所谓的希望而已。也就是说，当你去跟一个人开始一段感情的时候，就是本着感情永固的方向去走，这是感情的本质。而你跟一个人开始一段利益关系的时候，也就是本着希望可以赚钱。那如果对方说的是你又想要跟他有很好的关系，又想要赚钱的话，那你是同时之间既想要用情来保护那一段感情，也想要用利益关系来保护那一段的感情。所以我们说必须要理清这一点，而相对的利益关系底下，你就会因为钱而很快的就会放弃原本那段感情。谢谢。谢谢正方三辩，正方总共剩下的时间是现在是万众期待的自由辩环节，双方各有4分钟，双方轮流交替发言，由正方开始，发言方式有请。
请问对方，钱会不会因为通货膨胀而贬值？前两百年后必然越来越贵。再请问对方辩友，您说钱有钱的话不会高薪啊、不会高薪挖角，不会出差错。请问我们是用高薪来养廉，还是用高情来养廉？你的钱会越来越高，你告诉我，你那五块钱到一千年后，它的价值会变高。可是它价值高，不是金的价值变高，而是它的历史价值变高。所以，这同学，你不要以历史价值变高，因为它里面有钱，就告诉我那个是金的价值在变高，这叫做典型的偷换概念。哇，原来钱不单只有现实利益，还有历史的利益。谢谢对方提供我论点。再请问对方辩友，您说情可以解决那么多东西，为什么到头来我们都是以高薪养廉，而不是高情养廉？你回答一下好不好？那时候早就已经贬值了，它已经不再以钱的形式出现，是以谷物的形式出现。对方想要以下来论证，这叫偷换概念。所以你可以，所以对方辩友可以告诉我一下，你老板跟你感情很好，今年花红扣两个月可以吗？高薪养廉的理由是因为你不廉，你设计的就是金钱，用金钱去解决金钱的问题，没有矛盾。可是情感关系，你跟你雇主的关系，究竟是哪一个更能够长远的维系下去，你要不要交代？所以谢谢对方辩友告诉我们，在职场上处理钱的东西，情做不了事情。所以你不要再告诉我以很忠诚以情来维持的职位是很有保障很稳固的。谢谢你，是做不了事情，在职场上。对方重复一遍，三遍，职场上但是利益往来，你告诉我说情是不需要被保护的。三遍说了，那请问你方，你的情人被人家强奸着，你要不要去保护他呢？不是，是对方同学，你方告诉我说奸，不需要被保，不是，你是讲说那个情他是在职场上是没有情的。可是对方同学，你知不知道，当诺基亚倒闭的时候，是一群老臣在那边帮他继续冲下去的。你方看见了吗？情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方告诉我奸不在于哪里？所以诺基亚的感情很美，可是没有很稳。那我想问问对方的是，请问您说情是不需要被呵护的，那您的情人被人家攻击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对方很喜欢谈逻辑，这个就叫双重标准哦。我方的情有被钱摧毁了一次，你告诉我，哦，那个叫做不稳。今天你的情有被钱所摧毁，它其实也没有稳，是美到你的双重标准呢？错，我没有双重标准，而是我说你的钱被抢，可以报警。请问你女朋友被抢、被伤、被抢了，你要去跟谁报警？没有，你现在是被抢的，是被报警啊！对方同学，这是警察在保护你，不是金钱在保护你。所以坚强的东西叫做警察，不叫做钱。所以是不是因为有社会机制，包括警察的保护，让钱稳固，可是情没有这份保护，那就算它不够稳固呢？如果对方同学一直谈机制哦，其实双方都有，但是到最后我们谈的是什么？就是何者的机制更加完善、更加稳固。所以如果我们爱情里面我们有催眠的话，也代表爱情很稳固吗？显然不能谈机制。但是对方同学，你看你的逻辑一刀切的时候，你发现了什么问题？就是很多的现实例子中你没有办法谈到。什么机制可以让你拿回你被挖走的女朋友？我跟你讲，如果是讲的机制的话，其实爱情里面有所谓的婚姻机制的，就像希腊这样子，你结婚如果99年以后，如果签下那个只剩下1000年的话，你是不能够离婚的。如果要谈机制的话，难道双方比哪一个机制更加完善，双方就合着更加坚持吗？这样子讨论下去有什么意义？对方，我很喜欢你婚姻这个例子。请问你婚姻是保护你老婆一定要亚爱你，还是你保护你老婆老公不可以打你，离婚一定要给你赡养费呢？那个是伤害不伤害的问题。不过不用紧，对方辩友今天谈的是什么？啊，谈机制，他看一半不看一半。请问你呢？你说我的钱，我被人抓走了，女朋友抢走了女朋友，不能报警。或你金融风暴让你的所有债券变成废券，有没有的报警？报谁呀？所以我们发现婚姻保障的其实不是情，保障的是责任感，对方混淆概念。所以我们就发现了，在社会机制的支撑之下，心变得越来越稳固，但是情却没有这份保护，因此相比之下，它不够有受到保护跟宠爱的这个金来的更加坚固。对方，我还是先跟你谈你所谓的钱的问题。你说钱不见了可以报警，那你所谓的金融风暴货币贬值了，你去报警，你可以得回你原本的那个钱的数额吗？马币兑换率难道会因为这样子报警之后，你就得回你原本等同的价值吗？金融风暴当然处理方法不是报警，那是错误的方法。金融风暴呢，我们应该有停牌机制，我们应该要有政府救助金的机制，这些都是保障金钱固若金汤的机制。为什么对方有燕子不看？我明白你能够保障，可是你这个保障也不完全啊。你停牌停了，你的钱还是拿不回，对不对？所以一样钱不见了，我可以报出冤天冤地冤什么冤机制哦。对方辩友，如果社会风暴、金融风暴来临，政府可以推出救助机制。可是，如果现在社会上滥情是大部分的话，请问政府如何救助？救助机制是不是？我突然就想起希腊了。对方同学，政府就是有所谓的救助机制，最后所有的钱都变成废纸，银行里面明明有钱都按不住钱。您方告诉我了，这就是您方所谓的机制，所谓的金钱所谓更加坚固的体现吗？我方可看不起，我看到希腊人现在还蛮可怜的。
讲到希腊，我就觉得他们在欧盟里面做的真的是不应该。可是我们又想到古巴跟美国两个其实都不是很喜欢对方，可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贸易的关系他们却可以合作呢？谈到机制，我们发现他既能保护也能破坏，希腊就做出明证这个例子了。所以对方同学今天一直谈来谈去是两种，一他们跟我谈机制，另外一种他告诉我们讲什么，他告诉我们讲说其实情呢暂时这个先。对方辩友，我们有些可以就是可以破坏的感情有很多，可是维系回来已经破坏的感情，国与国之间是不是要靠贸易、靠经济、靠金呢？如果你到最后你发现你以为金最稳固，但是破坏国与国之间的时候，你也是用最稳固去破坏你以为最稳固的东西，这是什么逻辑呢？对方同学，结果中日以前是不共戴天的仇家国，为什么现在可以互相做贸易？这只证明他没有原则咯，可是跟今天关系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本身情就不深，对方拿情不深的关系来谈，是不是叫做不公平比较，只许州官放火啊？非方便哦，你告诉我怎么样用情让日本爱上中国？没有，所以您方看见吗？它是以利益作为一个关系的，所以对方同学，您所谓的稳固到底体现在于哪里？如果今天马来西亚可以吃到更高的钱的话，就跟马来西亚合作；如果日本赚更高的钱，跟日本合作。您方告诉我，这段关系稳定性在于哪里？如果你不敢谈怎么样让日本爱上中国，可以不敢怎么让中国爱上日本呢？对方不是这样来谈问题，而是要告诉你的是，原本不应该跟中国合作的，也可以因为钱日本跑去跟中国合作，以钱维系的关系那么的脆弱，对方没有你看到吗？所以面对不共戴天这么大的鸿沟，都能够因为经贸经济的来往而联系在一起，请问这个坚固的关系不坚固吗？之前的不是情也是利益，因为他们当中有互相残杀，说是利益的瓜葛，可是今天的利益大过之前的利益，还可以一笔勾销，看到了吗？你今天的利益是看到底谁可以给我更大的利益，为什么这种不是更不稳定的关系？对方你没有解释。对，这样没有，请你告诉在座的各位，中日的关系其实是很脆弱，因为建立在贸易关系之上。是因为今天中国强，我跟中国；美国强，我跟美国。对方没有，你跟来跟去是跟谁强的？你告诉我不脆弱吗？所以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其实比较好，因为那时候只讲情罢了，不讲钱，是吗？没有，南京大屠杀是情都没有的讲，那叫无情，那叫无耻。对方，我随便拿这个极端例子来讲，你妈告诉我，如果今天马来西亚出了更高的情，告诉我有什么国家不想跟我们合作？为什么你的情那么脆弱？一下可以有，一下可以没有，有时钱可以影响，有时连钱都不用都可以影响的呢？情需要建立起来，南京大屠杀没有情，但是您交代一下，为什么您的所谓的利益关系可以一下子换来换去，那么不是很脆弱吗？对方告诉我们，用钱的关系不稳固，因为如果人家出更高的钱怎么办呢？那用同样的逻辑，我就问你了，如果用钱的关系稳固，那人家用更高的情、更深厚的情谊来笼络我怎么办呢？刘备的将军是怎么来的？情是没有办法用更深厚的情谊，它是要时间跟精力去累积的，你情怎样突然间变出来？对方没有一夜情。还有对方一直忘记的，其实是情一直在我们在这期的情的所有例子都一直在变，为什么这个变是你的稳定和持久呢？刘备遇到他很多他的将军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相处到没有相处到十年八年，可是他们立刻就向他投降，为什么？前个因为另外一段情而改变，也可以因为现实因素而改变，这么多变怎么你说没有变呢？所以我们看到有钱就可以做生意，是我维持这个钱的稳定性，我必然能够继续维持这个关系，而情却不能呢？谢谢双方辩手，接下来到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总结环节。我们先由请反方自辩做出总结，您方所设下的时间是好，谢谢。对方从头到尾的一条论证线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呐，如果用钱来维系关系是很脆弱的，因为如果人家出更高的钱，我们就会立刻转倒戈相向，所以钱不坚。按同样的逻辑，我请问回对方，如果别人给我更深厚的情谊，比如说刘邦跟刘备对待一些降将的话，如果对方这些降将是不是也会投换组织投降给刘备跟刘邦呢？所以对方如果有更高的钱或者更高的情谊来打掉之前的话，那其实双方立场都不能成立，敌方是用错标准的。第二，他告诉我们说，因为金钱可以联系人与人的关系，让他们更加稳，所以他就直接给他本身更稳。今天的辩题是比较情跟金，这两者本身属于更加稳定。我们就好像说一个万能胶可以把两个字很紧密的粘在一起，石头不能。那你会告诉各位，其实万能胶是比石头更加坚固吗？不对。第二的问题就在于他看到人与人的联系很紧，但没有直接证明这个东西本身很坚固，是第二种逻辑错误。第三种，就算我陪你看联系人与人的关系又如何呢？如果对面告诉我们说用钱绝对不能够有更好的关系的话，那请问您方，为什么我们在百万遗产面前要立一个遗嘱，就是为了防止我们的后代子孙在金钱面前大打出手，毁掉之前的交情嘛？为什么我们要告诉各位要立下这个婚姻保障法，就是要避免当你们感情变了的时候，你们双方都有保障嘛？各位，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其实你要谈到用金钱来维系关系，其实也可以很稳固，甚至是更加稳固，因为你毁约，我可以告你，让你不敢毁约。可是你劈腿呢？法官可以判你劈腿有罪吗？法官可以判你移情别人有罪吗？他可以判你说你不能爱上别人吗？不能。是更有保障。其实我们要达到稳固的话，也可以认真的稳固。到最后，我们发现对方从头到尾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 Nokia 的老员工多么的让人感动，他告诉我们说一些很好的这个思乡情怀，这些情怀，这些人的情感，这些人对公司的执着，让我们听了之后，你们在座各位有没有一种心灵感动的感觉？有没有一种全身充满正能量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哪里来的？是一种审美的愉悦，这是来自于这个感觉本身是够美的。可是美直接等于坚固吗？我们说今天的墙壁本身很坚固，有谁看到墙壁会激动的想要哭的呢？有谁会觉得这个东西本身是很美的事情呢？我们要告诉各位，今天本身的这个墙本身它不坚，可是它美，它美在哪里呢？它美的地方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居然可以有如此纤细而脆弱的事情，可以经得起这么多考验。但是毕竟是难得才可贵，所以我们才去歌颂，去寻找情比金坚。如果情比金坚本身是一个普世的命题，不是一个特例的话，为什么要去寻找情比金坚呢？所以对方辩要从头到尾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对方的结辩到最后必须要交代几件事情。第一，从他本质的特质而言来看，为什么他的金钱本身是不能够跟情来变的？第二，为什么情本身是受制于这个主观因情本身是受制于主观因素，而主观因素会随着时间、年龄、情怀、经历、小三、劈腿、感情变淡、没有上进等等而被打击的时候，为什么你还告诉我他会是更加进步的呢？我们这部分先没有谈钱哦，跟钱无关的事情，一个小三、一个 Facebook 的 like 都可能摧毁你跟你女朋友之间的关系，一个心变变的他也可能让我们的队友跟他的那个未婚妻之间闹翻了，对方没有这么容易经受考验，怎么叫做是更加进步呢？第三个问题，对方要解释一下，现有的社会机制保障的到底是让我们是更加让我们去更加知道钱的坚实性还是情的坚实性呢？我们说社会机制保障之下钱变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坚固，为什么？因为你的财产不见了你可以去法庭拿回，可是你的女朋友如果移情别恋她不要你了，你能怎么办呢？社会帮你讨回一个公道吗？不对，为什么不能？因为情本身是一个很个人的主观因素，情里面没有对错观念，你就算今天爱上他明天变心，我们也不能够说你是错的，因为他本身很主观嘛，他不能够量化，不能够被抓摸，又没有对错之分，他保障起来很难，我们也说他保障不了这种事情，也因为他没有这种保障，所以我们发现他在现代社会是更加必须要经过更多考验的，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愿意放下江山去爱美人的事情，我们觉得很感动，我们很动人，可是这一份东西只是特例，如果它不是特例的话，如果它不是绝无仅有千古难见的话，为什么我们觉得它可歌可泣？为什么我们觉得对他而言让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我也想像他这样子学了一座榜样？所以我们就发现对方被他解释这些特例的种种。谢谢。谢谢反方思辨，最后我们有请正方思辨做出最后发言，您所剩下的时间为谢主席，大家好。先回答对方辩友今天他讲习以为常的东西，他告诉我现实当中有太多的人因为感情破裂突然间变成了不是朋友不是情人，有没有这样的现实呢？有。可是有没有人因为情人的关系度过了金钱的难关呢？其实也有。这样你能不能从例子当中判断出哪一个所以然来呢？其实不能。可是对方辩友今天一直扣我方的例子，是他说我方的论证有问题，在于我方其实是循环论证。可是这个时候我就要拿对方辩友今天谈的《三国演义》来谈。我方不是告诉大家，哎，今天感情的关系本来就是稳定，所以它是稳定的，错，而是以利益为牵绊的关系本身目标是为了利益，以感情为牵绊的关系是你基本上你们的精力你们的时间培养出了感情相之后的结果，两者比较哪一个成本更能替换哪一个就更加脆弱。而对方没有今天告诉我一个很好的例子，三国演义刘备有很多蜀将啊，为什么有些蜀将不需要给很深厚感情都可以归降？
你知不知道刘备以前不是势力最大，甚至还没有势力最大过，势力最大的是谁？是曹操。可是在他身边为什么有两个永远三个其实是三个永远不会离开的人，叫做关羽、张飞、赵云。因为他们的感情牵绊是在于关系之中，他们是用感情作为牵绊，所以这种关系是不会因为曹操很有钱而被改变的。可是到最后你懂关羽、张飞讲死的嘛，是那些本来不忠贞的人因为利益怕死所以把他们杀死的。所以看到了吗，利益上面的关系跟情感上面的关系一碰撞起来，我们就看得出哪一种叫坚贞，哪一种叫脆弱。因为本身你寻求的目标跟成本就不一样，我方并没有循环论证啊，对方是你没有听清楚。再看对方没有第二个论调是告诉我们什么，今天因为有机智的帮忙之下，哎，今天金钱很巩固了。可是先就算我承认你机智可以巩固金钱，但我金钱本身很贱吗？对方没有，你知不知道一个易碎的花瓶我们会怎么样处理啊？我们会放进一个玻璃橱里面，用很多人看守着它。它突然间因为有那个玻璃橱的support过后很巩固了，对方说花瓶很硬了。不对，机制正因为你脆弱，所以我们才要把它，要还要巩固它。一样的，金钱因为有很多变数，所以我们才要用机制去保护它。况且机制在保护的时候，难道还没有在摧毁这金钱的界定吗？也有的，十年就会来一次金融风暴，通货膨胀本身会让你的货币贬值的，不要把你的货币变成谷物了才有用。你的二十线留到两百年后，你没有时间花了，不是你已经花不了了，对吧？所以看到了吗？今天的二十线可以以今天的世界二十线什么都买不到，二十年前的二十线是可以买到很多东西的。所以你的机制同样也让你的金钱在贬值，也让你的金钱被摧毁。这你的机制如何让它变成更强呢？对方没有论证。当然，对方没有过海一个论证是告诉我们，他其实从头到尾就告诉我，你是为了什么去 KL 读书的？你是为了什么去外国做工的？是我们今天是为了现实而低头，可是不代表我们的情感因此不在了。什么叫稳定跟长久？是细水长流。而且今天情感是什么？虽然我今天迫不得已在外工作，可是我对乡情有没有因此而减少？那个情是没有在变的，它是越来越浓的。可是当你在大城市当中不断赚钱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厌倦？会，你会厌倦城市的生活，你会厌倦这种追逐金钱的生活。所以到最后，一个是越来越平淡，你越赚钱你越厌倦；一个是你越不回家，你越深厚。比较之下，哪一个更能持久呢？哪一个更稳定呢？对方没有解释。所以到最后，我方今天要补差的价值，不是说今天只是爱情很美那么简单。爱情美之余，这样东西虽然说不能量化，可是各位你知不知道什么人最不容易被改变？主观的评审最不容易被改变。我认定了你，你就是我的，我管你什么钱，我管你什么样的环境挑战，不可能可以影响到我这个主观的人。你客观很强吗？客观就是很容易改变，因为客观的评审最容易相信双方任何一方的意见，对不对呢？谢谢。谢谢正方四辩，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现在我们有请评委做出投票。一样啦，因为时间紧凑，我们直接宣布新游击队的戴永宁小姐把票投给了正方，继续临时凑一队的黄宇轩先生把票投给了反方，而我们经纪人林艺兴小姐把票投给了正方。恭喜正方以2-1获胜，双方面准备退席了，谢谢各位。